来养是你的，看到吗 ？Oh my god， 看到了！哇，现在房间一天要 ……What the？拉夫瑞正式进入新加坡 Watsons 了，只要你在新加坡任何一间 Watsons 购买拉夫瑞产品，即可参与抽奖哟。我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Yes。我们现在怎么出机场呢？就是呢，它会有个 fast track line 给我们过，就是一切都是 under private， 任何人挤，然后他会带我们走那个通道，然后他会把我们拿好行李去我们的车。这个通道哦是没有了，是酒店才有哇。哦，你是不搞几贵的酒店？我看到小红书有放就。那你到迪拜他们会给你张 SIM 卡，每个人都有 free SIM 卡嘞。哇哦，整个的机场就是很 luxury 的感觉了嘞，可以看到很多他们的店啊，换钱啊，咖啡馆啊这些。那你一出飞机，从他开始接待你，一切都是另外付费。那他会帮我们拿好行李。我们现在去的呢，就是呢，酒店本身在机场就有自己的 lounge， 它叫 Jumeirah Lounge。等一下，这个酒店是几秋？你到了你就会知道这个酒店到底几秋。Oh my god！ 那你要 book 这个 service 的话，你才可以来享受他们的这个 lounge。哦，我们住的酒店就是这个啦。对，就是叫 Jumeirah。等一下，我觉得它的这个休息的地方都这样夸张美哦，真的很美嘞。请问一下，等一下我们去的是不是更夸张？是，肯定是。哇，这个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厕所，哎，这里还有浴袍给你穿，给你休息，好浮夸呀！果然是迪拜呀，还有梳洗用具啦 ，standard， 整个大家看就是五星级酒店的 feel。其实我们现在在走的所有过程啊，是，一般上是巨星还有总统才会走的。现在你如果来到迪拜，你坐那个 hotel， 你租那个 hotel。你就有机会体验啦 Shuffle Drive Service Shuffle Drive Shuffle 接下去我们的车好来养是你的看到吗 Oh my god 看到了Holy shit Oh Laos Lice Laos Lice 来哇这是我第一次坐上劳斯莱斯是这辆是 Rolls Royce Phantom 哇哇 Ladies and gentlemen刚刚说呢，这辆车是有 WiFi 的，是，我可以用。刚刚我们走的就是叫，它是 Fast Track Service， 它其实是 Jumeirah 的一个 service。嗯，那你就可以走快过人啦，然后快过关卡啦，然后他们帮你拿行李啦，可以去到它的 lounge。那这一个 service 的话呢，一个人呢是500 AED， 就是马币呢。640块，它其实有四辆车可以给你 book， 就是这间酒店的。嗯，那它最高级的车就是这辆，就是 Rolls Royce 的 Phantom， 然后这一辆车呢，就是要1000 AED， 就是1300块。重点是等一下要去的酒店，等一下的酒店。如果从远处就已经可以看到了的话，你就会哇， okay. 因为它是呢，迪拜最可怕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不是那一栋？是。那一栋 Jumeirah 是全世界唯一一间七星级酒店，哇！它叫帆船酒店，因为它整个的那个我知道了，我看过。好多呢。好啦，我们抵达酒店了。这个呢，就是它的大厅。Thank you， 这个是有一个鱼缸，哇，漂亮哦！比我现在这样拍过去哦，这样子的感觉，像什么阿拉丁的感觉了。大家看，这个就是帆船的造型，哇，哇很中东道哎。对，这边就是餐厅了，是吧？对，还没有开，还没有开。左边这边也是画廊，卖游泳。OK， 以前的扫地机呢，大概可能每天你都要清理一次，这个不一样。这个呢，中间有这个17000PA 的吸力，它可以从这里直接吸上去，吸到中间这边，你30天再换一次这个就可以了。这边的水箱，这样大个，看到吗？其实就是因为它可以实现吸跟拖两个方向在一起，你不用怕你的拖布会臭还是什么，它可以自动洗拖布，然后之后呢，帮你烘干。卡贝的区它不会去到啊低噪音啊、区地扫描啊，然后选区域你要的啊，然后呢避开障碍物啊。啊，它这些都有，只要1699，还可以12个月免利息分期付款。哇、很漂亮，很壮观，因为我不用影片感觉得到吗？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Wow. 好啦，那我后面呢很多就是这种中东式的设计，然后你看这样一眼晃过去呢，现在有一点感觉雾霾很多，然后有一点点小热，但是是有风的，所以还 OK， 让我有一种感觉，你懂吗？马尔代夫啊 ？Yes， 有一点像我们在马尔代夫吃早餐的感觉。看一下我们的早餐有什么不费的。它整个的主题是 shining golden， 这个呢可以从上面看，哇，差不多是最高的楼层了。好了，我们现在进我的房间了。哇哇 ，The water is complimentary， okay， as well as you will be having tea and coffee， video bombing， 哇，here， 哇，一个 infinity pool， 你看楼梯有好像一个尖的，哦，是哎，哇。You have a TV as well. 可是外面的雾真的很多啊，好像云顶那很多。哎，给大家看这个房间，漂不漂亮？哇！ So you can just press the tap down. Okay. Fill with the water. 金碧辉煌。对，而且它的每一个产品都是 MS。Thank you so much. 在 book 酒店的时候，他们不是会有 special request 哦？其实你就可以写你是 anniversary 啊。我们本来就 anniversary 多十天。对啊。所以我有问他，就是有没有什么 complimentary 的，然后对他们就推荐我们。All right， 现在给大家看完这个房间了。对。这样你现在可以揭晓一下，到底要多少钱吗？就是如果你入住这间酒店的话呢，你有三个福利。好，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它的水上乐园无限次。第二个呢，就是呢，它在顶楼呢有一个他们这个酒店的 history 的一个博物馆，那你就可以去上面走那个博物馆啊，然后享用他们的高级礼仪的茶。然后第三个就是呢，你也可以去参观他们的 presidential suite。就是整间都是金的，住这里的话你可以免费参观，可是如果你是外来的话呢，你就需要付钱你才可以去参观这间房间。如果你要book一天的话，minimum 呢，包到完那马币呢要接近20000。What the f-20000，然后那个是最 basic 的房间。这样请问我们这个呢是叫 Sky Palm Suite， 然后它的 view 呢就是这个 ocean。这间房间一天要27000。那你就好好体验你的皇帝之旅。迪拜是全世界最贵的国家，来这里就是要体验皇帝。Oh yeah！ 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也book了一个tour，一艘小船带我们游车河。然后上面会有 afternoon tea 这样子。我们现在是5点，这里的迪拜时间。什么叫高级？就是现场就有人在弹琴这样子。他还会问你要喝什么，在那边有甜点吃啊。是。这瓶水呢，40块马币左右。就是我book的 Abra Tour， 一艘船只有一组罢了。好了，我们现在就要去体验一下我们的 tour。推出了我们自己的哺乳内衣。孕期也可以穿，哺乳期间也可以穿。然后呢，我们的面料呢是很柔软的，很透气，很舒服。然后呢，背扣我们也有加宽，可以四排三扣。我们也有就是在家就是配送的延长扣给你。你在抱住 baby 的时候，你就可以单手拆，然后喂养哺乳，然后扣回去。然后是无痕无钢圈。现在的早鸟价呢是98块，全部呢的颜色都有。然后你们都还是可以继续下。我们现在呢，在这边就看到很多餐点了，就是比较甜品类的食物吧。对，这个是 afternoon tea set。Oh my goodness， 这是皇宫吗？就是不同的餐厅、不同的酒店都是在周围这样子。是来这里其实有点像是来度假村走走玩玩，看看风景这样子啦。装逼法典101，看到美景倒茶刚刚好，对不对？对，就是。要等，你要等了很久。夕阳西下了。这个 trip 的话呢，如果你要book是比茶点的话呢，
可以去他们的 website 订阅。好了，开始偷吃一个，这样好吃啊？这是 Madeline Cake，truffles，还不错的。Caramel 酱很好吃，意外的好吃，不会太甜。真的是龙虾哈。Dad, I give you first. That's all I have now.刚刚呢就问了这边的这个迪拜的一个小费文化，在美国你是99%是要给小费的服务业的人，然后呢这个时候才知道是这里是不一定要给的，然后给的人是少过50%，所以你们来这里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给，当然你觉得他服务好你就可以给咯。到了迪拜 mall， 好了，我们坐了半个小时，大概51块。好了，我们现在来到就是全球最大的 shopping mall， 这里我们全部走这种 style 了，这不一定要这样呢，比较大是吗？In case 你好奇一个国家的物价呢，我觉得矿泉水是最好衡量的，最便宜的要 AED 5块，很贵一下哦，8块钱马币一瓶水。各位，我想讲一下我来到 Dubai Mall 的感觉哦，真的觉得它是一个世界城市哎，对，因为在这里你能够见到各式各样的肤色，所有人感觉都在这个 Dubai Mall 里面。对，然后那个方灯呢是每从6点开始每30分钟一次。哇！各位看到了，这个叫什么比？哈利法塔，世界第一高的大楼哎！对，哇，给大家看一下，哇，好漂亮啊！你看，然后如果你坐在船上的话，他们会停在那边看的，所以我们刚才那大哥讲，你可以买船票在那边看，就不用人挤人。哇！哇，跟后面这个台一个 set 的嘞，喂。中文字哦，哇，厉害厉害，会玩。哇！是。不要再喷了。哇！就是我们现在的模样，试到完了。Jamie Oliver， 那这个就是 Jamie Oliver 本人呐、啊。然后他的食物呢，84、69，剩下呢是100多。然后评价一下这个牛的配菜很单调，是这样的，你看。我怕没有味道哦，结果原来他们已经是里面加了足够的盐，很嫩很好吃。中规中矩，绵密。他们讲他们是 make from real pasta， fresh made， 怎么样？哦，真的很香哎，很 creamy， 不会腻， butter 味刚刚好。意大利人其实没有吃到我们马来西亚这样重口味，所以这个你觉得是接近马来西亚版还是意大利版？马来西亚版，肯定。哦 ，OK， 这样就是比较适合亚洲人的味道了。对。好，那这样子吃这一餐308 AED， 多了呢，等 taxi 不了我老哎。So far 我们第一天在迪拜这样的体验啊，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对游客还是很友善。晚上的好壮观啊，好可怕！哇、wow, ，Thank you so much。这个是什么？是计划嘞。To the parent to be， 哇、wow, ，好漂亮啊、哦！依然就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呢，已经跟我们的管家讲了，所以呢，他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然后坐着按摩浴缸。周围都是花瓣，哇，太享受了！这么奇怪，你手机都肥皂，啊，出来干净水。